女神探夏洛克上线腾讯视频了，翻拍自英剧《神探夏洛克》。订阅关注腿部了的李，每天一篇高质量推文。女神探夏洛克是 Hulu 与 HBO 携手打造的悬疑网络剧，由森淳一、龙优甫、松尾重执导，小谷昌亮、丸茂洲、正池洋佑、森淳一、吉川真实编剧，竹内结子主演，冠的古诗碎梨共演，于2018年4月27日首播。该剧翻拍自英剧《神探夏洛克》，以现代东京为背景，讲述神探双叶夏丽莎与助手菊和都医生破解一件又一件悬案的故事。一共发几的剧源量，我腾讯视频都到第五集了才发文，实在是感觉不知道说啥。怎么说呢？不推荐硬核推理迷观看，因为给我一种名侦探柯南感觉，日式的轻推理剧。但是说为了养眼和放松，又想涉及一些推理的朋友，我就是强烈推荐了。先放张官宣让你们看一下，再来个动图，再来张截图。场景都是很生活化，很有代入感，一些改变也很不错，比如烟斗和笔换成了玫瑰花，女夏洛克依旧很傲娇。但是珠玉在前，女神探夏洛克的画面肯定是赶不上神探夏洛克，所以剧本就是唯一的出路。结果推理的难度又很低，豆瓣评分 5.8 也就很正常了。但我还是一直追，主要是夏天不看小姐姐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再放两张图，很轻松的消磨时间首选。